世界第一顶。下一站啊！既然有这种东西，下一站我要去。下一站我要去哪里？真的是这样。对，骗人。你看一下，你要先从提示一二三四依序拉，以你的。哦，是我猜哦。一辈子啊，一辈子可能就去这一次。提示二，直接四哦。对。新闻话题国家。新闻国际。新闻话题国家。提示三。一张门票要价台币30000多，一张门票，一家门票啊，该不会是那个什么？最近那个是什么？是委内瑞拉吗？委内瑞拉，南美洲最近那个币值通货膨胀很严重，那个什么一碗面要100多万的那个，哎呦，有可能哦。外籍主持人没几个去过。整个台湾从有电视以来，外景主持人你去了就是哦榜上有名哦。外景主持人没去，对，第一届外景。你脑袋有答案吗？想到哪去？第一个委内瑞拉嘛，然后俄罗斯、中国、土耳其。老实说，我压根儿没想到制作单位会来这招。光凭四条线索就要猜出下一趟去哪？哎，世界这么大，五大洋七大洲，总计195个国家，茫茫大海中又要怎么理出头绪呢？该不会是离我们很近，但前阵子他们的领袖去过新加坡，跟美国总统碰面那个？真的？我刚才有没有讲？我刚才是不是讲出答案？我很多，真的是我去啊！对，跟你去啊！好感人。哇！真的要去，盼了很多年，但真的要去，又觉得好像有点……这样看起来好像蛮好的哦。这样看起来就紧张了。制作单位收到的消息就是一切都要当天到现场了以后才知道我们什么可以拍。哦，真的？对，所以你是说下飞机走，飞机降落，我们走出机舱以后才能知道？对，主持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你代表观众，你是观众的言论机构，去看这一切的东西。那我在上面讲些什么也啊，他们读起要很小心。外景节目来说，小马去过以后，就是近期我们所知道近期有去的。新闻节目或者是那种类似 TLC 那种，其实我知道后续陆续都有去，但是他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半报道的那种记录方式，跟我们这种又其实又完全不一样。北韩，全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朝鲜。自从二次大战之后，苏联和美国将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一分为二，38线以南称为韩国，以北则是朝鲜。有人曾说，朝鲜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度，各种都市传说，包括样板、集权等等等，你我都曾耳闻。这次我们用旅游的角度走访，不过可别以为有自由行这回事啊！不管是观光或是媒体，都要团进团出，而且有些行前叮咛得先了解才行。前往朝鲜旅游访问组。参访注意事项很重要，勿挑战这几个字一定要记得，什么事情都不要挑战。你在 check in 的这柜台前面，终于看到我们那个北朝鲜的签证，它就长这个样子。哇，飞机看起来蛮新的。我们两天拍到了平壤降落以后，不可以在他们机场拍出手机乱拍，要被抓走。Thank you.
可以吗？世界第一顶，全台外景主持创举，哇，很好感动、哦、你们。北韩旅游竟然画上等号，开玩笑，平壤是独一无二的热场。到底怎么玩？有什么好玩？跟着世界第一顶深入直击。参访注意事项很重要，勿挑战这几个字一定要记得，什么事情都不要挑战，好不好？尊重他国信仰及风俗民情是基本礼仪。对，我们去世界各地基本上都是以尊重他国信仰风俗民情为第一优先考虑，切勿诋毁或不用不雅字眼哦，批评超群国家元首及国家民情，这很重要哦，千万不可以。当然也不是只有去这个国家不可以啦，大家都不可以，不要批评别人，平摊，好吧？手机及一般家庭相机、录影机、机密彩哦，可以哦。哦，手机可以带进去哦。是啊，他可以带手机进去，但是我们网络上看到一个资讯是，你的手机进去是没有讯号的。所以意思也就是说，你进去北韩几天，你跟世界就会失联几天。西元2008年，世界第一顶首次走访朝鲜，当时连手机、电脑都无法携带，通通都要托付当地旅行社保管。相隔10年后，虽然手机、电脑开放，领队还是再三提醒：拿手机前记得多问一句，能不能拍啊？避免招来不必要的误会哦。买水果啊，不是很明显。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重点不是在这些水果，重点是我们买这些水果是要带进朝鲜的，因为很特别。我一般想啊，我这产品怎么可以带进人家国家？我跟你讲，朝鲜是可以。他讲说你可以带水果进来。小花，我们这样拿了水果，大家拿一堆，然后出关的时候会不会有事？不会。就是他们都知道可以带进房间，可以按你来加饭店。因为它这个梨子，你是越放久一点，软一点越好吃。很认真的介绍，但至少可以带出去，带出去是没问题。带出中国可以，进朝鲜，带出朝鲜不行。所以买了就是要吃完。所以买水果是因为朝鲜没有水果吗？有啦，应该是有水果。然后在朝鲜他们那边，现在这个时候他们那边水果都是些什么？苹果，他们一年四季。他们那是苹果跟梨子，苹果跟梨子没有其他的。哦，可他们苹果好吃吗？有吃过吗？还好，小的挺好吃，小的蛮好吃。小颗的，是这样吗？好，他们也是有水果，但是你是到朝鲜比较冷，你不一定知道。地理环境里面比较冷，对，所以你说什么其他香蕉那种热带水果就不太可能。我扛上一颗直接进走海关会不会被打？而且它还裂开了，手刀都裂开。有人带过榴莲去吗？我带过，会海关直接。算了，不要整自己，千万不要整自己，那个地方不可以开玩笑的。没想到进朝鲜前首先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买水果。领队说一般朝鲜餐厅很少提供，不少游客不习惯，于是买水果成了必备行程。有趣的是，以往出国蔬果鱼肉都是禁止带入的，在这儿一切 OK。 在 check in 的柜台前面，终于看到我们那个北朝鲜的签证。一般我们签证不是都盖在这个里面吗？他没有，他是另外这样给你一张，没看过吧？给你看一下，他就长这个样子。这个我们到时候去以后，
他盖完章，我们可以夹在里面的吗？对，但是他就收回了，他收回去了，所以要拍照要在他没有收的之前要把它。哦，所以他这个不会留给我们的。不会。不能啊，不能纪念，只能拍照。对，我刚才跟你讲，要把它拍照留纪念，因为他之后就要把它全部收走了。原本还想说会至少会像这样子，有没有？贴一个什么留存啊，或者是盖章没有，至少贴一个这种，对不对？代表你来过嘛，真的非常神秘哈，保密到家。啊，绝对不会让这个流落在外。啊，朝鲜的味道。这是我们家的，很好。啊，你们的不一样是不是？对，我们的不一样。他们的就会这样贴一张。只有对，就是只有你们进去的时候是这样贴的，其他的都是这样。对于大陆人就是不一样，然后台湾人是这样，台湾人跟香港人是这样。香港哦，不会一样。哦，这个应该也贴一个，对不对？就可以当纪念啊，太可惜了。而且我们这次是坐高丽航空，就是朝鲜他们的航空。其实我很期待，因为之前有看过，很久以前有看那个国际的那种旅游频道啊，他们介绍那个朝鲜航空。然后就是非常非常旧的机型，然后发餐盒还是发那种铁饭碗，我觉得哇，好复古，好酷哦！但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那样子，那么 old school 的感觉。开始自我催眠，要讲朝鲜，朝鲜不是这个来的，朝鲜啊，开始要催自我催眠。有，我从昨天就开始催眠，说朝鲜啊，所以说因为没有韩这个字，都要改成朝，所以说也没有所谓韩剧要讲韩剧哦。最好的方式就都不要提这些，好不好？这很难，一个在朝鲜，不要提太多跟南韩有关的东西，对不对？没必要。反正记得就讲朝鲜就对了，什么都是朝鲜。不瞒你说，签证还没到手前，制作团队很担心事有变卦，毕竟这是朝鲜，意外总是一夕之间。虽然拿到签证心安了，但这也表示真的要踏上这趟未知的领域啦。飞机，哎，蛮新的、啊，看起来，然后椅那个机尾后面有一个，你看那国旗有没有？哎，飞机看起来蛮新的。我们俩现在不拍，到了平壤降落以后，也不可以在他们机场拿出手机乱拍，还被抓走。我是张工，今天上飞机了。我们昨天买水果，真的都带了。哎呀，他们怎么？就是我们来看，好可怕！飞机人好多，飞机上的人，今天是半头白哦，那是应该。我们现在飞机还没起飞，飞机在看，就说很卡可以。我们办一张卡，50MB 的流量，这一张卡能八扣 ，B 金开始行动数据。啊有，你 Facebook 一直在跑，哇糟糕，跑了那个，对啊，我们赶快用 LINE 敲我们制作人看看，哦，感觉可以哦，我按了，有网络其实有在跑，他的那个讯息都一直有在跑出来，喂阿良哥，喂。喂，阿良哥，你们还好，可以通，网络可以通，真假？世界第一顶。其实我们今天是有一点点半偷拍哦，但是应该。我们现在飞机还没起飞，飞机在动，这时候喊卡可以吗？还没去过朝鲜前，在网络新闻看过很多传闻，例如飞机椅子是铁椅，飞机没有冷气等等等。不过真正来过之后才知道，并非想象的那么不好，而且飞机餐也很 surprise 哦。想不到竟然还有飞机餐。
看就知道是什么吧。我以为他会是给个泡菜啊，你知道？甚至其实基本上我以为应该不会有任何吃的，但想不到有吃的。然后我原本以为可能是海苔饭卷那边包泡菜，是吧？感觉像是那样，比较韩比较朝鲜的食物。里面，这么神奇哦，在这边。我刚打开的时候，里面竟然只有黄油卤，还有肉了。它是照烧酱，今天朝鲜的第一餐。让我拍个照。它锅里那个面包啊，其实跟我们早餐店的基本上是一样，只是因为我们早餐店的会稍微烤过，我们没有烤箱烤一下，它没有。有点干，有点太干。如果它弄热的，然后这个是干煎，晚上的你看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酱料都一样的情况下，基本上跟我们早餐店的味道是一样。还有，然后，芬达汽水，就橘子汽水，这叫葡萄汽水，真的葡萄汽水，这很像什么？很像以前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去买的那种最传统，然后喝完的时候都会变色的那种，它不是那个大厂牌的那个什么芬达啊，什么不是那个，不是轩巴，不是那个牌子，它是以前台湾的那种阿妈注意，对对，类似那种，味道闻起来就知道。说句实在话，这汉堡当然不能跟印象中坐飞机时的经济舱餐点相比，但是对于经常旅行的低等小组而言，其实还 OK 哦。就这样，从沈阳飞行大约40多分钟，我们抵达首都平壤机场，前往今晚第一间饭店——羊角岛饭店。九楼，11号、12号房，一打开以后，哪一个是11号房，哪一个是12号房？这个饭店配置，我猜是这边的，因为一二配比较近这边嘛。哇哦，还有不错哎，也蛮好的，算一个制式型的，算讲老饭店，它有一些年代，对，的确是有一些年代，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方方正正的。哇，六也行哦，19楼啊。整个可以看到，现在那个夕阳已经下去了，落下来，剩没有什么，这个晚余光剩一点点了。这个岛就是在江的中间，这两座桥是唯一出路，所以不要乱跑，好不好？本色。好，一个。哇哇塞，这个吹风机有历史了哦， old school 的，哇哦，还可以调温度哎，好，基本型的，就如果你要说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些比较旧一点的旅社，那种大旅社，也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感觉。其实该有都有啦，就是毕竟现在观光化开放的程度比较高。羊角岛国际饭店位于大同江的羊角岛上，从1995年开业至今将近23个年头，整体设备虽然不能用最新来比喻，但是我觉得干净卫生就符合一般旅客需求啦。而且我们还意外发现有其他消遣哦。可以开吗？朝鲜电视，看一下朝鲜电视有什么。
不可以太放松了。哎，这是朝鲜的电视台，这应该是儿童益智节目。这个应该就是科学节目，科学台有没有这个原子核子？这听不到，这种听不到。哎呦！哇塞！你就看到这个大小，这个袋子，新鲜的哦，又活的哦。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传统的那种汽油烧蛤蜊，直接淋在蛤蜊上面。所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台湾没有这一桶，应该就是汽油了。这桶汽油对不对？九五无铅，哎，不是。哦，汽油。这我没有办法吃喝给你看，不好意思哦。哦，我还有你汽油。哦凤凰卫视了，我们凤凰卫视，是凤凰卫视，中文点中文。哎呦，哇塞，星空卫视也有，那是，哇，还有一些娱乐电视台，这边都看得到，这边可以看了，哦，不知道一般人家可不可以看。这是什么？这讲的是英文啊。在国际，在国际电视台，还有下面有跑马的。对，我刚才也在讲台风什么的。哦，还有国际的呢。对啊。对，有啦，有一些内地的电视台，但好 ，OK， 大概十个台左右，十个台电视台，就是差不多。他们自己朝鲜的自己电视台，目前看到就是两台。原本以为来朝鲜只能看到李春基报新闻听不到，结果除了有电影、英文节目、中文戏剧外，朝鲜竟然有儿童益智节目等等等哦。当然，因为这里是提供给外国人住的饭店，所以能看到外国频道。不过，这也表示这里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封闭啊。因为曾经有人说过，你在朝鲜几天就等同于在地球消失几天，因为无法跟外界联系，所以形同人间蒸发。但现在的局势是有改变的，只不过口袋得够深才行啦。啊，来朝鲜这边玩，你们大概最一般啦，一般你们大概第一个关心的会是什么？有没有网路嘛？来到这边，你要是平常滑手机滑啊滑，来到这边哇，全部都没得滑了，你一定会开始觉得啊咋，开始觉得啊好无聊啊，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出国在外，你知道总是要跟家里面报平安啊，就传讯息报平安啊什么的。然后我现在就要来跟你讲，这边呢，你是外国人来这边，你也是可以上网，你也是可以打国际电话的，就是买这个 SIM 卡。这个因为我已经装进去了，已经装在手机里面了。它是就是看它一样跟我们平常一样，就是它有大卡啊。如果中间你是小卡的话，像现在几乎都小卡嘛，它可以再帮你弄成中间还可以弄小卡，它把它装进去啊。千里马牌的，我看应该也只有一个通讯行，也只有这一个有他们国家的这个通讯行。价钱呢，我得诚实跟你说，它并不便宜。我们办这张卡，内含50 MB， 不是50 G。50 MB 的流量，这一张卡能八扣 ，B 金，200块是美金，不是人民币，也不是台币，好不好？一张 SIM 卡200块美金，等同台币啦，千扣！哇，有人比喻这是地表上最贵的电话卡。第一等小组秉持实验的精神，究竟能不能上网，能不能打电话？咱们花下去试给你看。我先试试看，先试试看。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开那个网络哦，行动数据现在先开嘛，开行动数据。
会不会你那个讯息噔噔噔噔就给我跑完了？会不会？不会吧？好，不管行动数据我们已经开了哦，显示了三 G， 然后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那个什么讯息跑出来。好，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们先做第一个测试是什么？我开那个网际网路网页，我们先随便上一个网页，就上一个网页看一下。等一下哦。哎呦，好像可以哦。上随便上 Google 搜寻引擎。哎，我处于离线状态，为什么？不能用吗？为什么？不能用哎，还没办法上。尴尬啦啊！第一次实验就卡关，网路离线，电话打不通，大家一阵傻眼错愕。该不会傻傻花钱当冤大头吧？没关系，凡事先不要妄下定论，我们决定再开机，或许问题不是出在 SIM 卡上面。然后我直接还是开网路吗？还是直接网路试一试？是不是？好、哦。嗯哼，来开一下哈。来，哦，有在跑哦，有在跑、哦，有点慢，但有在跑，不像刚才一下就跳出来，你处于离线状态。嗯，真的有点慢。哦哦哟，哦，有在动。你给他一点时间约我，我们可能已经习惯4G了。屏幕按掉。哎呦，新竹地震啊！新竹有地震吗？我看到新闻，新竹地震最大震度4级，这应该是新的新闻。啊，有 ，Facebook 一直在跑，哇，糟糕！对啊，我们赶快用 LINE 敲我们制作人看看。哦，有在打。哎，你的 Facebook 搞什么东西啊？免费通话吗？免费通话。播音。有在跑了。完了。有网络其实有在跑，他的那个讯息都一直有在跑出来。喂，阿亮哥。你们还好吧？我们还好啊，安全的啊、哦欸。目前都安全的，我们五个人都还在。打来报个平安了，因为前几天都在到处跑，都离开平阳市，所以我们今天才就是弄到卡，然后试试看网络跟电话功能。啊，对对对。对，就是可以通慢一点点而已 ，line 会不会那个通话会不会觉得有点累？不会的，比我在那个纽西兰的偏远地方的时候就还好，我纽西兰偏远地方还会那个，还可以啦，现在这样还可以。啊，台湾都还好吗？啊，还好，但比较重要。我想说这几天都没有办法联络到你们，有点担心。哦，没有，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都没事，都没事，都好好的。实验证明，这张超贵 SIM 卡不唬烂，上网不但没问题，就连用 LINE 打电话都讯号清楚不卡卡。不过呢，打回台湾讲个7到8分钟左右就拜拜了，没流量了。所以如果你想跟家人报平安，这张卡是 OK 的。要是想24小时上 FB 看 YouTube， 绝对贵松松啊。不过对于一个严格管制通讯的国家来说，以前只能用饭店转朝鲜国家总机打长途电话到国外，现在多了 SIM 卡上网打电话，虽然只限外国人使用，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印象中封闭的国家正慢慢给世界看到它的不同样貌哦。来到朝鲜就是要吃海鲜，而且你看我们到海边了，对，对不对？这边最有名的吃海鲜都是吃贝类，是不是？贝类是其中朝鲜的美食之一，可它每个地方的特产的贝都不一样，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贝的话，就是很大哎，当地的一个贝比较大一点的，真的很大一颗哎。哦，两种不一样，这西施
七只手是不是？有点像，对，有点像，哎，很重，很重，对，这一盆真的很重。拿两个起来，你会看到这个大小，这个 size 哦，非常大，新鲜的哦，都活着。他们这个就是直接在线外面线，就等于是渔船捞回来这边卖。东海，好 OK。然后你可以看他们这边的吃的环境很特别，有没有？没有什么桌椅座位什么没有，他就是这样子蹲着直接这样吃。他们有小椅子，然后有小椅子，对对对，有小椅子。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你就直接看着海，然后你不是在室内，但我相信应该有是室内的啦，对，也会有室内。你要看的话，就是说一般如果是室内都是类似烧烤的，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传统的那种汽油烧而已，它是。比较属于北方的那些农民，一般都比较常吃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东朝鲜湾的港口城市元山，因为面临东海，所以想吃新鲜海味，来这儿准没错。这回简哥介绍的汽油烧蛤蜊正是在地特色料理，吃法相当讲究哦。汽油能吃吗？它怎样是？哦，我知道是不是像我们有些那种拿一个桶子，然后稻草丁，然后淋一点煤油烧火。第一个很多人会问说，汽油烧蛤蜊怎么吃啊？因为汽油那个有味道。但你的汽油是直接淋在蛤蜊上？对对，没错。不是淋在火上面，然后放在然后蛤蜊再放在火上面烧。是淋在蛤蜊上面。直接淋在蛤蜊上面。所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台湾没有的，所以说它要最主要是摆的时候，你要把这个。那这个有开口吗？对，开口。然后你的屁股要朝上，头要让它立起来。哦，立着啊，立着啊。譬如说像这样的话，你就要这样。然后排在底。你要摆的话，就是要这样立啊。如果你在烧的时候，它有倒掉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汽油就跑进那一刻就会有汽油味道。但它都会很快，就因为你淋油上去，它火势很快就会所以说就烧起来。烧油的人要有很有技巧的就是说。它要让它的温度，这个整盘你摆盘的温度的汽油要很平均，它的受热才会平均。啊，我懂。它温度很高，所以它并不是说哦，我淋一次然后烧，对对对，它要不断的加，不断的加。它加到它依它的经验看到就是说，哎，差不多熟了那个样子的时候，它才可以结束。因为你看哦，这样子烤。它其实不会像我们平常那样子烤，会有汤汁。对，它一定就是烧掉了。汤汁会流，但是就是他们不是习惯说吃汤汁，只是说你在上面汽油往下淋的时候，因为你不会流下流到里面。对，因为你的口是往下，所以就不会流进去，就对。会流会有汽油味道，基本上是倒掉或者排泄掉的。哦。用汽油烧还这么讲究？对，正常它如果有石盘的话，我们今天是没有石盘。如果是有石盘的话，它是把它夹住的，有一个一个夹好的，所以它旁边有一个盘子，对对对，它就不会倒，就不会倒。而我们今天是用排的，应该难免还是应该是旁边的周围的，所以说等一下如果是烤好要尝试的话，就是尽量取中间的，就取不要倒的。原以为汽油烧蛤蜊只是随手淋烧这么简单，听完才知道，不单摆法讲究，只要没摆好，可是贵州还撩撩你。它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架在中间，就直接这样排。他说要排好，是不是？好，大颗的，尽量立着。好像真的每一颗都超大的，哦。超大超厚，那肉很结实，肉非常结实。哎呀，它这跟我想象中又有点不一样。我以为它会弄成一圈，你知道？因为一圈一圈的，它会比较就怎么讲？就是反正因为从第一颗到最后一颗，它都会靠在一起。排那个布的原因就是下面好会比较稳定，会比较不会像那样刮东倒啦。哦，你看它排得很漂亮。对，这样排不要倒下，它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有点交错。屁股要朝上。啊，这种不行吗？当然不行。这种不行，啊，因为这种从这边一路开到这边，对，它一定跑进去，它不肯这样立着。它基本上都是拿这种。它在活着，它自己会动。好。就把它合起来哈，不然人家汽油会跑进去。好，太有趣了，我觉得太厉害了。既然想到用
汽油来烧这个，不然原本我想说是不是有那个稻草盖在上面啊？不然它稻草是铺在下面的。可是你像看，如果它用热度把草啊什么盖在上面，然后淋啊温度不够，所以它火一定要直接这样烧，对不对？渔夫料理有点这种感觉，对不对？因为船上面一定会有一些汽油什么的，直接这样淋一淋，烧一烧，这一桶应该就是汽油了。这种汽油对不对？95000，哎，不是，哦，汽油，这我没有办法试喝给你看，不好意思、哦，这个真的是汽油，哇！走遍世界各地，不管是烧蛤蜊、蛤蜊汤、姜丝炒蛤蜊、清蒸蛤蜊，甚至是生吃蛤蜊，我都试过。眼看十几颗现捞蛤蜊排排站，这汽油是真的啊！这么新鲜海味淋了汽油啊，你敢喝？哇，淋淋汽油！哦，还好，还好，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哇！哇，它等于稍微点完火以后，它哇，那个烧汽油的味道很重。我刚刚风的时候往这边吹。我觉得蛮香的，那是汽油哎，不要闹。但它这个比我想象的又又熟一点，我以为是一碗，然后整个撒上去，然后这样一直烧一直烧。它是开中间开了一个小洞，然后点燃以后，它就持续的这样。啊豆啊，几下豆啊，倒了，倒了，这个。好，一车等一下再。啊，这样。好，我们不要碰，好了，这倒了，倒了好几颗，因为它这个。没关系，它不会，它会痛。好，现在我也没办法救他，没办法，那几颗就没了，是吧？不，等一下试试看，倒的到底味道怎么样？味道吗？但它的那个油其实是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中间开一个洞，然后用挤一点一点，这样滴滴滴滴滴在上面倒。现在基本上闻啊，都还是就是汽油烧的那个味道，就是完全不是那个味道，像你那个摩托车还是那个汽车啊，燃烧味完全的那个味道，你站在排气筒。大概就是这样，因为风现在是往我这个方向吹的。他蛮厉害的，手法很整齐，就是你看他火烧，因为他那个贝壳会有很多汁液，所以他火快熄的时候，他就会再加一点油，然后让它再烧起来。原来汽油烧蛤蜊的重点，除了摆放有技巧外，火候的控制相当重要。所有蛤蜊必须平均受热，因此必须随时淋汽油助燃。看似简单的动作，要是不注意，可是会擦枪走火。它油盖扫下，顺着油这样烧上来了。哎，那个布，那边那个布，那个油，那个布。啊，不要。哦，有点小意外，小意外，但没关系，还好是因为今天有下很多雨，从昨天就下雨下到现在，然后地板都湿的，所以等一下就好了。塑胶桶。哇，这个也是有一点点，说技巧的话也是有一点点危险哦。大概顺着那个油，你也知道它那个油气啊什么，它会顺着下就点上去，所以它那个罐子刚才烧起来。小惊魂，还好，我刚才原本以为会不会烧整罐到吧，但没事。不是因为它放在那个火源的上面。对。你看它现在火这样烧啊，其实你会觉得热，但是不像我们那个煤油，煤油这样子弄完以后会，或者说煤油烧的时候那个热度会很高，然后会很臭。它这个基本上还好，而且它这边很通风，然后地板都湿湿的，然后它这一类也不断在出水，所以它火你看很快就消掉，它等于再加，又来。对于蛤蜊料理，我们的习惯除了吃肉之外，都尽可能保持鲜甜汤汁。意外的是，朝鲜人反而不喝汤汁哦，只保留肉。豪迈方式不禁让人惊艳，也更好奇它的滋味。这种就已经开了，对，开的就是。但现在不能吃哦，因为它刚才又补油上去了。等一下，再烧一下。
开要每个都开，因为它受热要平均嘛。哦，对啊，你不能看到说一颗开而已啊，它就全部需要全开。可以看出来，这个虽然你说啊是用汽油，好像我们印象中都是啊随便烧一烧都会开，没有哎、欸，它其实是要计数的。对，计件的。其实它现在刚才火熄掉了、啊，快几乎快熄，它不再加油的时候，你开始闻得到那个贝类烤的那个香味了。啊，所以说，蛮香的其实。啊，其实我真的蛮好奇它的味道，我很好奇。那这个的话，就是等一下再加上那个他们这边朝鲜特有的烧酒。烧酒啊？对对对。所以它一定要配烧酒，一定要配烧酒，不是配蘸酱。配烧酒。哦。哇，我第一次看到朝鲜的烧酒。有点像我们高粱的那个包装罐，它这边写就是烧酒的那个烧，25%的烧酒。来闻闻看，跟我们以前喝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哎，闻起来味道淡淡的，闻起来感觉它就是它烧起来那种类似的。嗯，对对对对对，但是这闻起来，哎。这闻起来酒精味没有很重哦，真的25%吗？那是你朝鲜人喝酒的话，不是自己倒自己，是我帮啊，你帮我倒，你再帮。哦，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单手的单手。好，当然你不要这样倒，快走。啊，你怎么知道啊？好，这个不能倒太多。但朝鲜的是你倒我倒你，然后简单说就这样。哇，这是一个喝酒的文化，蛮有趣的。挑一个，你看挑来有开的，然后就是不要有开的有没有啊、哦？哎呦，就表示熟，好吃熟，好像这个。哎呦，对哦，等一下我闻一下，它外壳多少还是有一点汽油味，但是、啊、没关系，跟里面没有关系。对，跟里面没有关系，好不好？哦哦，啊，是不是？哦，好大一片，啊，很大，这个肉不得了，可以用另外一个挖。不早说，我丢地上了。没关系，地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直接用手拿。哦，里面好香哦！没有倒的一定没有汽油，真的，里面很香，外面有汽油味，但里面很香。里面你没有倒掉的，里面是绝对没有汽油味，因为它不会流进去，对不对？哇，你看这个肉有多厚，超厚的。那里面其实是有点点烤，有一点点干，有一点点干，但 OK。还是你要做这个？没关系，没关系。怎么挖吧？不要用筷子啊！不要，直接用纸吧。没有，我把它拿起来，哎呦，哦，好，来给你们看看，哎，还没拿起来。等一下我给你们看哦，整个水感有没有？哇！好，水感。世界第一顶。世界第一顶。试试看。哇，好好吃哦，很厚，很饱满，毛根长的，我得澄清，诚实的说，它多少还有一点点这个，一点点的味道，有点挥发一点点味道，特殊。对，那它因为它整个肉够厚很浓，然后它那个类似肝脏的那种部分，会带掉那一点点的味道，但其实是好吃的。有句话说得好，每个国家拥有许多面，陌生是因为不了解。作为一位外景主持人，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带领大家亲眼看看这个世界。也因为亲身体验，我们更选择用尊重、包容的心去取代言语的批评。
我很庆幸一生能有机会走访朝鲜，八天七夜的日子里完全颠覆我的想象。这趟旅程的故事还没说完，相信我，下一回我们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等着跟你分享哦。